大家好，欢迎走进风说体育。这期我们来聊一下曾凡博啊。曾凡博目前已经回到了国内，但是他并没有回归到北京首钢，而是去家乡要待一段时间。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曾凡博和北京首钢已经在去年签约了3年的合同。按理说呢，曾凡博是应该回到北京首钢进行训练，而备战下个赛季的 CBA 联赛的但是可能也是曾凡博由于离家的时间太长，所以呢，先暂时回老家，先去休养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归到首钢队进行合练。那么，其实对于曾凡博这一次的 NBA 逐梦的梦想，我们已经看到他正在努力，真的非常努力在 NBA 发展联盟打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呢差一点被 NBA 球队选中在夏季联赛中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但是呢。其实说句实话，中国球员目前的一些能力，确实没有到顶尖那种地步。像曾凡博这种实力的球员，在大洋彼岸，真的是比比皆是。所以曾凡博并没有非常大的优势。对于他而言，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能打上比赛，而参加下个赛季的 CBA 联赛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像曾凡博，他又年轻，又有美国留洋的经验。他个人的实力毋庸置疑，他的到来可以加强北京首钢的锋线配置。翟小川呢，日益老去，他现在的状态已经不知道能够维持他再打多少年的球。但是呢，曾凡博又能打小前，又能打大前，曾凡博的实力应该在 CBA 来说是非常独具一格的。在北京首钢能够完全接翟小川这一个班。确实，下个赛季北京首钢还是要有所作为的。像曾凡博回归到球队的话，那么整体上锋线已经是国内超一流的存在。那么再加上其他位置的一些变化，还有外援的选择，那么在谢立斌指导的带领下北京首钢应该是可以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希望呢，下个赛季曾凡博能够在 CBA 能够打明白能够证明自己。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然后再次冲击 NBA。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